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我们双联教会跟我们所有兄弟姐妹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要代表着广播社向大家说多些，因为我们双联教会的确是一个很模范的教会，对于许多事工对于我的奉献也包括着对教会广播社的支持关心所以让我们虽然在这个欠缺中间依然可以这样顺利一期过了一期一年过了一年这是感谢主让我们在主的疼痛里面我们真做兄弟姐妹所以这个生命的典范我们需要把它传扬出去我们还没开始今天的信息进程请我们再一遍我们做回来祈祷听完的主献上我的感谢主因为你的疼大声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学习来彼此相听这个时候也恳求圣神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再一遍让我们每个人祈祷让这个圣神来给我们充满透过着这个引带带领来做会领受着信仰前辈用他的血用他的肝正做目接所记载下来的帮助我们走在人生正确的道路上面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相信咱学习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咱拢知影耶稣基督的确就是咱的生命的一个典范。所以透过着生命典范，咱嘛要做伙来学习。在足多场合，咱会当去看到一个首长，还是一个牧师的就任书。在这个就任典礼的就任书中间，咱会当看见到这个代表着如果是牧师，伊是要五万会当甲兄弟姐妹安怎来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今年五月二十，咱嘛有听见新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伊嘛有伊的就任书。这个就任书嘛，通会当予咱看见到伊的一个五万。伫咧内面有几段话，我感觉。是咱甲基督教的一个思想真有关系，提出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当然伊咧讲起着伊的一世人，伊所行过的一个路站。年轻的时阵啊，唔忙做医生；中正的时阵，唔忙会当改变台湾。当伊做总统的时阵，伊唔忙这个国家会当更加来壮大。特别赖总统伊伫伊的就任书内面，嘛有特别提起着讲，唔忙这个台湾社会。是一个有疼甲道德勇气的台湾社会，年轻的人看见着希望，壮年人会当实现梦想，老年人有幸福，弱势者得到照顾，每一个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拢有政府的支持，听起来真好，听起来真好。那么五万公这会当实现，总是呢，这个就任书是伫个做总统开始来讲出来。表示啥呢？表示这有可能要经过四年、经过八年的时间，要经过一个检验。如果伊有经过检验，咱真感谢主公，安尼代表着台湾人民有更加幸福的一个生活。这个叫做爱通过检验。但是咱来看，咱今仔咧看这个圣经，耶稣基督，伊是一个完全受过检验、通过证实的。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段圣经节，其实如果照很多圣经学者在那分析，说这个就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就任书。一个弥赛亚，一个要来到这个世间得成肉体，要成做人的一个愿望，他的一个就任书，经过这个圣经的作者改做排列出来的时候，可以通让我来看，说这是完全通过到证实的。因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书一开始所在写通常很多人如果看到这个福音书的头前都给他跳过人过，因为感觉很麻烦的，特别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的时候热热等一篇一篇，什么人又生什么人，什么人又生什么人，看到来已经不知道渡这渡多久了所以你如果看路加福音书的时候，其实也千万不能忘记，一开始特别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第一章第三节路加福音书这个作者他就在那里说，伊讲哦，做恁放心啦，遮个吼是阮详细查考，照处事所写来。现在伊即领，
要紧着咧讲着即讲，这是详细查考过。我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吼，你感觉即摆即个变身啊，是讲诈骗集团吼，是咱现代则有诶一个产物，还是讲两千年前吼某一款变身啊诈骗集团？你认为讲是现代诶产物诶亚洲节咁好，无人亚洲吼？哦，安尼可能大家拢同意讲是两千年前就有啊吼，那同意这两千年前就有，大家牙齿是咁好。哦好，多谢。啊，无牙齿嘛，牙齿是咁好。啊，两千年前啦，假先知话啦真多，讲到吼会飞天会苍地，所以这圣经的作者，伊就安尼咧个表明讲，做恁放心，我要甲你讲这个团队人，这个耶稣基督，伊所做一切。的确是我那个详细查考过，所以记载了，予咱看见。那是安尼时阵，谁那个要特别在咱今仔日所看这个圣经在这个罗加福音书第四章的所在，因为伊就是该归纳，讲哇，当时啊，咱所看耶稣基督做这么多代志，伊要表明出讲伊的一个身份，参伊迄款的，甲伊配合的就任书，咱通安尼来看。首先，咱看第四章第十六节。有去讲到，讲耶稣到这个拉撒勒，这个拉撒勒是伊成长的一个所在。现在要对这个成长的所在吼，来做一个出发，因为咱来先面对一个问题。这即马少年人就爱讲吼舒适圈，咱来白话字其中的一个所讲法叫做吼安乐窝啦，让你真快乐安尼吼，无烦无恼的所在，安尼叫做安乐窝啦，吼安乐窝啦，吼就是舒适圈。啊，咱来想看卖咧吼，这个安乐窝吼，那讲对少年人来讲吼，是离伊住的所在愈远愈好，还是讲吼，甲爸母住的所在较好？阮囝咧考试的时阵吼，伊的第一志愿一定是吼，愈天愈远的啦。啊，要做歹代志嘛，较得无人看见。所以咧，当要到伫伊所忠诚迄个所在，表示啥？表示讲爱面对一个挑战。是要用谦卑的心情来的态度来面对迄款的一个人生一个挑战，这当予咱看见着耶稣基督第一个底下咧，予咱表明出来，咧甲咱表明出来，讲咱来面对着人生一个挑战。煞只咱嘛看见，讲伊是照人的一个法度啦吼，伊是威严的君王呢，总是照人的一个法度，这个嘛表示讲伊咧顺服上主的一个旨意，然后就开始底下来读这个圣经。伊所读的这个圣经，吼，头拄我有讲着，讲侪圣经学者，拢讲这叫做吼耶稣基督的就任书。但是耶稣基督这就任书，嘛毋是伊家己新发明的，是安怎？因为人提册互伊看的时阵，伊掀开，表示啥物？表示讲这是伫圣经顶面有记载啊。表示讲是耶稣基督意思啊，咧成就一个应允，成就伫早前就已经。有先讲出来对人的一个应允，今仔日要来实现。所以咱来看《路加福音书》第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伊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伫《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所在。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是学者嘛咧讲，讲这叫做仆人之歌啦，是一个萝卜的歌。但是咱头拄有看，讲不比油抹。比尤瓦就是一个君王，一个上顶呢，有圣神给充满，是安那个叫做是仆人之歌，予咱通看见，讲原来迄个威严的君王来到这个世间，是迄款的一个救赎，是要正做正人的一个服侍，是要帮助人，却唔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予咱看见，愈谦卑的人啊，愈唔是高高在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个生命的典范。然后咱来看耶稣基督，伊所要传道理的时阵，伊唔忘这个好的消息是要报扬予什么人？其实咱来认真来看，这个好的消息要报扬的人呢，咱大家人拢有丢掉。安怎讲？第一个送香善车的人，你可能讲无啊，我哪有善车？但是这个送香善车是咧甲咱讲，讲人的心灵软弱啦，人的心灵无的时阵啦。咱看起吼，这个圣经内面煞无记载一个啊撒该，啊撒该有好业无？足好业的，但是又善无？伊吼穷得只剩下钱，伊足善的，
所以他心灵那样的一个松香，心灵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贫穷的，是善起来心灵上这样很软弱。当然这也在表明说，那些欠缺社会资源的人都是送香的人。你有比例吗？说没有，我就好好，我就没人给我绑，没人给我绑架，你现在说我是比例的。这个比例的代表是什么？我们的心心灵都是这样的一个捆绑，我们没因为真理得到自由被捆绑的。然后在那里他也在说那种没办法看见的，没办法看见代表说我们在黑暗中看不到那个希望，这样就是没办法看见的。受压迫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社会如果没公义，充满着那些多多奇奇怪怪的事，这样我们就是受压迫的人。然后让我们看见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说上帝恩待人的年要到。这个上帝恩待人的年要到是什么？是说有一个公义的一个社会，他的国今天要临到。这个临到可以让我们来做会享受到彼此关心，是一个充满着公义，而且呢大家是享受那种因信称义的一个社会。所以他说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就任，这些都被检验过，这些都一一来实现了。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书第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在这有一个字眼，我要请大家特别来注意，他在说今天到底是当时，今天是我们2024年的七月，我们今天也是主耶稣基督他献开圣经在说的那天也是今天也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写下来的时候也是今天。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就是早在地，今天在地，永远在地。这个上帝的权柄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永远跟我们三个在地。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一个英文就是说这是今天一直要来发生的，我们可以领受一个。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典范。所以当这个生命典范他在传福音或者做多有欠缺的人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要传扬，我们是要传承，这个传扬传承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让这个主耶稣基督一个生命的一个典范，这个稳定的变成是一个传说，还是说一个传奇。传奇传说跟传扬有什么不一样？传奇传说就是说好参详要发生这个事情，只有在历史的其中一个时间点发生就没去了，这样叫做传奇传说。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是今天永远一直在发生的一个事情。在这里我就要来利用一段圣经节请大家来看，在马可福音书第五章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真精彩，精彩到什么程度呢？精彩到第一，我来参加跳水比赛。安怎讲呢？你遐想吼，马可福音书第五章咧讲一个人，伊犯着鬼，然后主耶稣基督要将伊身躯顶面的赶鬼给伊赶走。这个鬼真大阵，所以咧到后来呢，这个、鬼是入到猪两千只猪的身躯面顶。这两千只猪后来安那，伊敢是跳水落去嘛吼？所以咧跳水比赛吼，猪拢扑通跳落去。这个人他生命改变，一定在有一种的尊严，但是他在那里五万说会在军队主耶稣基督。不过呢，这个五章十九十二十节有在说到一个字，说耶稣不允许啦，不同意啦。但是在这里我们来想，这个不同意不是对他不接纳，常常我们来想我们的祈祷里面说哇，怎么没听我的祈祷，好像没应允我呢。但是这个没应允你不是没接纳你，这个故事刚好让我们去看见。这个故事要怎么说？说他不忘对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说的这个方式是什么？你能回到你所站起的地方，你去跟他们说你的生命怎么改变，我怎么做奇妙的事在你的身躯上面，这样其实就是你就是在对我啦。所以让我们可以
心我看到这段圣经节哦，心足坦然的啦。安怎讲心真坦然？常常祈祷吼，哇，阿来个无应允，唔是，伊有无同款的方式，伊唔是无接纳你，伊有特别的方式，对咱有特别一个安排。啊，所以直接予咱嘛去看到第二个层面，就是咧讲，讲吼，咱来去传扬，去保扬，咱的生命到底是安怎改变？另外，即个我想，咱吼，咱即马有手机啊吼，咱拢袂吼，安尼真古老去讲讲吼，我今仔到位打卡，倒一间真好食，对无？哦，啊，倒位真好耍，对无？哦，啊，倒位真袂歹，对无？讲这拢真好，啊，但是吼，咱若欠一步呢，咱若有当时也袂去讲打卡讲吼，我今仔是双人教会，做礼拜真袂歹呢，吼。啊，是甲你个厝边头尾讲吼，今日其实吼，我去听道理吼，我生命得到一个真大一个改变呢。吼，咱吼真袂歹吼，唔通干那食衣住行尔，吼，嘛还有一款心灵上的部分。所以今仔日啊，我要特别邀请吼，咱来传扬这个生命典范。罗马人书十章十五节，今仔日咱所看第二段圣经节，就是咧甲咱讲，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者，伊的脚步水到怎样？这个传好事的福音者，是你甲我，咱每一个人拢是。所以，咱爱将这个传扬生命典范，嘛会当帮助咱真做是别人的一个生命典范。生命典范，传扬生命典范的人，在咱的生命中一直咧，侪侪人一直咧发生。所以在，教会公布第一期。的头版吼，这是1885年7月12日所发行的第一份的台湾第一份的报纸，伊的头版啊的文章上尾一句话咧写，写讲吼，毋忘恁的道理那深，恁的德行那骄卑啦。啊，这什么意思呢？这吼，拄啊伫咱信仰前辈常常咧讲，讲吼啊，咱毋通安尼吼，道理正道理正吼，圣经排咧脚只偏啦。你着爱吼，敢若听道理以外吼。啊！你的德行哪招逼？这个德行哪招逼？其实嘛，对咱今仔的台湾社会来讲吼，足下用的啦。侪侪人敢那吼，咧表面讲吼，智商偌悬，读偌侪册，但是做出来代志吼，拢吼实在袂见你保证哩吼。那咱嘛来看，讲这是巴克的牧师，伊用白话语来传好消息。伊学习主耶稣基督，因为咧，伊将这个福音的传予遐毋捌字的人，啊，用种简单的方式，予遐欠缺社会资源的人，拢会当来了解到圣册顶面的道理。所以，巴克利牧师伊来创设台湾教会广播社，啊，伊来传用白话字传好消息，这嘛是一个传扬生命典范。然后，咱今仔日嘛来纪念伊是一个生命典范。煞只咱嘛看见，啊，这个甘伟林牧师，甲巴克利牧师同迄个时代。啊！伊个文字是做伫啥物所在？伊帮助盲人朋友会当用盲个用点字个方式，伫黑暗中看见着愿望。啊，这嘛是一款学习主耶稣基督个典范。伊家己本身嘛是一个生命典范。咱可能想讲，哇，这种听你百外年前啊，啊无较我个敢有啊？咱个来看吼，70年前有一个 Roland Peter Brown 啊，对美国。来到伫台湾，伊差不多是1953年来到台湾，然后到伫台湾迄个时阵，被人称作后山的华人，来创设文乐病院。啊，创设文乐病院，帮助遐个啊无钱他医治的患者，啊得到医好，而且吼，常常因来到病院的时阵吼，弄一罐免钱的牛奶他啉。最近广播社出一本册叫做吼，那是我们的医院，这是原住民的朋友。啊！因得到真大帮助的时阵，拢咧讲，讲到门诺医院，讲那是我们的医院呐、啊。你看，这我要请教大家，咱若讲到乡邻教会，咱会安尼吼真骄傲讲，那是我们的教会吗？咱安尼真好胆来讲。啊，这个伯罗兰医生呢，伊来到台湾40年，当伊要退休的时阵，伊讲一句名言呐，伊讲哦，台湾足侪医生哦，哎呀，真可惜，真奇怪哦吼。拢哦，讲美国真近，但是哦，华人真远啦。伊讲这句话时阵，吼，迄个时阵伫美国咧做医生的一个黄圣雄医师，伊伫遐听起
我心肝头先切一下，黄圣雄医生伫迄个时阵，伊伫美国是雷根总统的一个医疗一个调职员，钱赚真多，啊，真有社会地位。但是当伯罗兰医师安尼咧家挑战的时候，讲，一个美国人到伫我的故乡，伊咧讲讲台湾的医生咧讲吼，美国真近，花莲真远的时阵，伊就安尼吼工作放咧，转来到台湾，哦，加这时啊，在门罗医院，在原住民继续一个帮站。啊！你讲这是七十年前的代志，啊，今仔日有继续什么代志咧发生了？有啊，今仔日咱坐伫遮的在座各位，咱也伫咱的小块代志顶面尽忠，咱就是咧传扬这个生命的一个典范。所以今仔日我要讲，讲教会广播社其实是透过文字咧帮助咱会当学习典范、传扬典范。咱学习耶稣基督，咱将遮好的消息传予有欠缺的人。啊！阮最近一直咧认真吼做这个绘本，真侪绘本。这个绘本吼真简单，吼那好产讯是互儿童看。其实这个真简单的方式嘛，是帮助咱吼咱大人啦吼，无管是虾米人，拢会当安尼，得透过这个绘本来了解到遐侪侪信仰的前辈因的故事。啊，阮嘛将这个绘本吼，除了认真制作以外，佫较要紧是爱送到伫偏乡的所在。真感謝雙連教會，吼，過去嘛支持這個繪本，幫助阮會當送到佇偏鄉的一個所在，予遐個啊弱勢者，因攏做伙來分享到啊遮好的消息。第二個部分，咱嘛要來學習耶穌基督，文字學習耶穌基督來安慰遐心靈憂傷的人。每一禮拜，台灣教會廣播社攏發行超過100,000份以上的更新週刊。這個更新週刊足簡單，三個故事。我今仔日特别要邀请咱除了为《更新周刊》奉献以外，嘛爱真做是《更新周刊》的一个作者。哦，做《更新周刊》的作者，外好你敢知？有可能会当做总统哦吼。这个赖清德医师吼，咱也知影讲伊哦，过去做伫台南市咧做立法委员的时阵哦，捌叫台独吼，甲伊讲，讲甲吼挂急诊，但是伊伫《更新周刊》面顶咧写。写讲迄个疼，伊的确受到这个牧师的一个感动，迄个疼，帮助伊来下面遐的，下面遐的人，更新周刊来给伊写来，哇，侪侪人会当去看见。所以，咱要安慰人心灵忧伤，啊，透过这个更新周刊顶面所写的，嘛，请大家做伙，咱来做作这个作者，咱将咱的生命的故事拢给写来。第三个部分，咱来学习耶稣基督。予遐被掠的人、被关押的人，伊嘛会当搁一遍受到接纳、坚固咧。啊，阮伫这几年中间啊，真用心，除了送圣经到伫监狱内面以外，想讲吼，这监狱内面这些兄弟姊妹吼，啥物拢无，干那时间上多，吼啊，唔好干那看尔，爱互伊手嘛会当叮当，所以阮就发行一个圣经充满我。啊，真感谢双连教会吼，咱毛咧做这个圣经充满我吼。的这个抄写，啊，将这个圣经顶面个歪哦一空一空，即卖来吼，大家安尼哪看圣经，安那哪对照，安尼个抄入去。目前我每一季上感动的一件代志，就是当这个兄弟姊妹啊，因伫家格内面将这个圣经充满我写完整、写完成了的时阵，寄登来教会公布下，啊，我会掀开第一页，伫面顶安尼样改认证，啊，改签名。啊，互伊得到一款一个鼓舞，啊，这些拢需要真多一个费用，但是阮真毋盲讲通过这个，咱的确是咧学习主耶稣基督，系鼓励遐个被掠受关押的人，啊，咱来做伙来做这个代志，嘛毋盲这些拢互咱学习生命典范，咱嘛咧传扬生命典范。最后，啊，需要搁一遍向大家，除了谢德下以外吼，啊，咱嘛请大家继续为着教会广播社来关心。咱因为咱即个疫情了吼，啊，教会人数吼，我安尼甲看起来，整个长老教会，毋是甲咱双连教会尔，大部分差不多吼，拢差20%至25%的信徒，啊无倒来做实体一个礼拜，啊，所以有当时吼，阮为着即个奉献一个需要，嘛用即个线上奉献的方式了吼，啊，我特别讲到遮的时阵，阮的同工就甲我提醒。
讲谢天佑，你讲到这时吼，卖歹势，讲较慢咧。你讲到吼，看到人摕手机啊起来吼，给扫这个 QR code 的时阵吼，你才会当阁继续讲别行啦吼。好啊，我特别呢，我的面皮较薄咧，特别讲到这时阵，安尼足歹势吼，讲奇怪，啊，咱拢无人摕手机啊，给扫 QR code 了吼。啊，即马咱啊扫 QR code 足简单的，你若扫了吼。会成功吼，就卖个退出来啊，继续给伊扫落去吼，帮咱教会广播下，让阮的事工会当顺利。总是我实在真感谢乡邻教会了吼，恁的大头真重，吼足侪足侪的事工的单位，哦，拢想讲吼乡邻教会较有肉，啊，拢来找乡邻教会，吼恁的大头真重，啊，总是伫遮，因为主的疼，啊，我嘛真无客气，搁一遍甲咱说多些。也恳求咱继续啊支持这个文字事工，予咱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典范。够淡薄仔时间，伫咱祈祷了后，啊一段短短影片，啊请大家做伙来看，更加了解啊教会广播社所咧做啊这个事工。愿主赐予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阮的确对你遐白白来领受，阮因信称义，阮知。你所做一切，就是阮的生命典范。主恳求你，予阮教育的困难，也将这个生命典范常常传扬，常常给报扬，也是阮报答的一个方式。阮也相信，当阮安尼报扬，特别得到你的赏赐，因为阮伫小块代志有缘尽忠。愿主继续使阮看顾，保守带领。乡邻教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要引带更加多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头前，享受你无限的恩典。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